生命会自寻出路。在英国南部汉普郡阿尔斯福德附近的一处养鱼场，曾发生过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。老板，今天好像又少了不少鱼。什么？又少了？最近这一段时间，养鱼场的工人发现鱼场里饲养的鹤鳟鱼数量竟一天一天的减少，而且减少的数量非常多。的确少了些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老板，你说这些鱼会不会是被水鸟给抓去吃了？我们损失的鳟鱼数量如此多，那么多的鳟鱼不可能都是被水鸟给抓走啊。如果不是被水鸟抓走，那这些鳟鱼怎么会越来越少？总不会是蒸发了吧？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养鱼场里的鳟鱼究竟跑到哪里去了？为了查明原因，养鱼场的老板和员工决定一探究竟。他俩躲在车里，想看看养鱼场的鳟鱼都到哪里去了。好像一切正常，没什么特别的。继续观察。没过多久，他们就看到了令人吃惊的一幕。啊？怎么了？你发现什么了吗？老板，你看，这些鳟鱼在做什么？这，我没看错吧？眼前的景象让他们二人惊讶不已。养鱼场的鳟鱼竟然会从池塘内纵身跃起一米多高，准确地跳入补充池塘水源直径只有20厘米的管道内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这是在自杀啊。不对，他们这是在为自由而进行大逃亡。大逃亡？他们进了管道会被闷死在里面的，而且跳出水面的时候也容易被水鸟捉到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些鳟鱼是想通过管道游到河里。这些鳟鱼跳入管道后，在管道内再逆流游10余公尺，就可以抵达管道另一端的河流里。只要游过去，他们就可以享受自由的生活。这真是难以置信，逆流10余公尺，他们这是怎么做到的？逆流而上是鳟鱼的本能，他们为了寻找产卵的地方经常会这样做。或许他们把那些从管道中流出的水流当成了一股瀑布，进而试图逆流而上，找一个可以产卵的地方。真的是这样的吗？我们到管子的那端看看不就清楚了。这是真的，这些鳟鱼真的是在进行大逃亡。虽然逃亡的过程充满了危险和艰辛，可这些都不能阻止他们对自由的渴望。这些鳟鱼能够如此准确地跳进那个管道，并且还能提防水鸟等捕食者的袭击，再从管道内逆流游上10几公尺，这是一件多么不同寻常的事情。他们为了自由勇于越级，只为了享受到宝贵的自由滋味。生命都会自寻出路，就像这些鳟鱼为了自由而完成了一系列看上去似乎根本不可能的事。其实动物和人一样，也有自己求生的欲望与方法，这种欲望可以让他们度过最危险的时刻，甚至九死一生。这种求生欲正是他们热爱生命、珍惜生命的行为。动物尚能如此，我们身为人是万物之灵，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？甚至想不开而去自杀呢？
đó.